諗我大概揸咗有排嚟講都我諗都30年噶啦。我以前都係揸一啲比較上高性能嘅仿跑車啦喺街。我哋作為一個專業嘅賽車運動員啦 ，Model 3嘅 performance 啦，咁好有樂趣。其實揸呢部車，因為佢速度上邊啦係非常之快啦，0-100唔使3秒啦。駕駛嘅樂趣裏邊咧 ，Normal Mode 到呢個 Sport Mode 嘅時候咧，成架車可以180度轉變。咁其實分開咗3個唔同嘅 driving 嘅層次喺度。我賽車同真車界嚟講咧，依個 break 係好有一個感覺嘅。咁依個係好多我揸過嘅街車係冇。道路上邊咧，依架車其實都真係幾滿意咯。咁誒個操控性或者靈活性啊，速度上邊都俾到我咯。咁嘅級數嘅車，咁嘅性能，可能好多超級跑車都未必俾到咯。